我先把零件整理好。还有一只羊角。开始播了哈。还在审核当中。好了哈。好了。今天是在 RAV4 的粉丝团里面，对不对？好，那 RAV4 的车友大家早安。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经理来介绍 RAV4 车款的直播哈。那这一台是 RAV4 的 4.5 代。我们已经介绍好几次的 RAV4 的五代了，那 4.5 代的话可能又一段时间没有在这里开直播跟各位来做分享。那上个礼拜四还礼拜五其实也都有 RAV4 了，陆续都有 RAV4 的车友来捧场。那这一台的 4.5 代安装的是 KT 的道路板，然后再加上仰角调整器。那这一台车的底盘结构啊，前面是麦花臣，后方的话算是一个多连杆的悬吊系统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它原厂的避震器。原厂的前面避震器啊，就麦花臣比较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。可是这一台车的后面的避震器，它的行程啊很短哦。那它的阻尼纸哈，车都还很新啊，这一台是2018年19年的，所以避震器的话基本上都还是很正常。只是 RAV4 的车高哈，重心比较高，然后它的底盘设定以舒适为导向，所以在过弯时候的倾斜幅度、阻尼的设定，哈，这个就是阻尼，就是避震器的一个阻尼值的设定呢，都是非常非常的舒适。所以啊，我问一下 RAV4 的车友，是不是各位在开这个 4.5 代、4代的时候？后座的乘客常常会有晕车的状况，因为这台车在山路上开起来会比较摇晃一点，可是市区的话就还好。那市区的话，万一了哈，或者是我们在快速道路哦，或者是高速公路上，时速不快哦，不是什么150、200，大概90以上，在变换车道或者是前面呢，的车子临时有散落物，你车子要闪避的时候，哇，那个稳定度的话，可能就不是这一台车的强项。所以改装的方向有两个，第一个我们把轮胎的规格扁平比把它变薄，然后胎面的宽度加大，第二个就是避震器，这两样的改装其实都能够立竿见影。这个像是这一台车已经有改装了19寸，哦，这个轮胎也是还蛮不错的轮胎，然后这倍耐力的，然后这个的扁平比，好，刚刚经理说的就是这个的扁平比，如果它本来是17寸的，它的扁平比啊比较厚，所以过弯的时候的这个胎壁的变形度啊会比较多。可是改了像这个235559这个的扁平比啊变薄了，所以过弯时候这里的改变，它压缩之后的改变幅度就会变少，相对的操控性就会变好。所以这两样的改装啊，其实对操控都有相当大的帮助。第一个是轮胎，第二个就是这个避震器的哈。那避震器的话，改了 KT 还有两个优点。第一个，高低啊可以调整。高低的话，原厂 RAV4 的车高很高，那当然比较高，重心就会比较高，稳定度相当然相对就比较差一点哈。像我们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跑车，
其实都是很低矮，可是 RAV4 要改到那么低矮，其实除非啦有视觉上特殊的要求，一般来说啊，这台车我们车友的话哈，来这里改装，大部分呢、啊、都是降到四指幅左右，大概四指幅，三指半到四指幅左右。原厂的话，后轮的话大概七到八指幅，大概快接近两个拳头，所以车高的话没有，也没有像轿车降到那么低。那降到四指幅可以啦，把车这个重心降低。第二个，稳定度的话也会变好。那第三个，视觉效果啊。也会比较好一点点，所以车高降低是第一个优点。第二个优点就是软硬度啊，乘坐感的一个软硬度的阻尼啊是能够调整，所以这个是改装避震器的优点。那这个是后方的弹簧，后面的弹簧啊，这台车哈，我们把它用六公斤的规格，前面的话为了要维持它原来应该要有的舒适度，所以我们前方是用一个灯笼状七公斤的规格。这台车4.5代的道路版，好 KT 的道路版，前七后六公斤数的规格。那六指的是什么意思？指的是我们这个弹簧啊，六公斤指的是我下压1mm， 下压1mm 需要六公斤的力道。前方的话是七公斤，代表我下压1mm 需要七公斤的力道哈。所以这一台 KT 的道路版是前七后六的规格。那这里还有一个零件比较特殊。这个零件是后面的仰角，这台车后方是多连杆的，所以车高降低之后，后轮的这个 camber 角度，这个叫竖角，叫投影哈，这个叫 camber。camber 的话，我们车高降低之后啊，这个轮胎的角度它会变这样子，所以轮胎的内侧会磨耗的比较快。原本这么好的轮胎，可能它有办法磨到35000公里。可是当定位的角度没有办法做到正常值的时候，它有可能15000公里、18000公里，这边就磨光了，不得已就要做汰换了。所以，如果这一台的4代、4.5代，甚至是5代最严重哦，这些的车款，如果车高有要降低的话，经理都会建议要改装仰角调整器。好，就是这个角度，我们车高降低了，它变这么趴了，可是可以靠仰角调整器的可调机构啊。把它再校正回车高还没降低时候的 camber。 好，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后轮 camber 仰角调整器安装在哪个地方，在这里。那今天camber key 仰角调整器选择的品牌是这个橘色的，这个是 Summit， 这个不是 KT 制造的，这个是经理的好朋友所制造的，它的品牌也蛮大的。所以这个仰角调整器大概台湾有两大品牌，一个是 Summit，一个是 Harris 哈，那我们大部分都装这个 Summit 的居多哈，因为这个品牌稳定度还蛮不错的。好，那这里的机构，来，这只手机这样看得到吗？可以。会过布吗？还好哈。好，这个原来啊，这个机构啊，两点是没有办法改变的，但是改装之后，可以从这个地方的螺丝来调整来改变，所以就变成后轮的 camber 就变成能调整的，所以这个是。后面的仰角调整器，那可以看到这个筒身啊，还有这一个弹簧，这个是 KT 的避震器的后方的结构，它还有一个调整机构在这里，这个调整机构就是在调整后面的车高，后方的车高是从弹簧这里来做调整。像上个礼拜六，经理有服务一位 Civic 9代的车友啊，他的原来装的避震器也是知名品牌，可是并没有安装好，因为后面的弹簧跟避震器分开的结构有一个安装重点，就是这个筒身，如果啦，技师把它缩得太短的话，它会把弹簧预压缩过多，那低速时候颠簸的路面回馈起来的感觉就会觉得太硬朗哈，所以像这样弹簧跟避震器分开的结构啊，要特别留意的哈，安装上一定要一个特殊的安装的距离跟技巧，这个就是它所谓的一个。做动行程，好，不要把筒身缩得太短，把弹簧预载过多，那就会造成低速的时候非常不好做哈。这个是要特别安装可调式避震器的一个重点。那后方的软硬度也能调整哎，后方的软硬度，它的筒身啊，其实可以正装也可以倒装。这台车啦，如果5代就不同了，它可以这么装，它也能这么装，好，
但是如果我们正装的时候啊，它的可调机构就藏得很里面，车主要自己调整恐怕就比较有困难。所以我们把它做倒装之后，这个可调的机构便在下方，在轮胎的后方，所以手够到轮胎的后面，就可以调整得到后面的软硬度了，所以就会比较方便。那镜头的话，你从这里带过来看能不能拍得到。好，在这个地方，好，软硬度的话就是从这里来做调整。它本来如果在上方时候的话是顺时针变硬嘛，可是它现在变倒装了，所以我们由下往上看的话，顺时针是硬，逆时针是软，所以这个是 RAV4 后面。但这一台车啊，每个人装法不同，做正装也可以，做像这样倒装也都可以哈，但都是可以的，不受限制。好，那后方的话，像这个零件待会就会要锁上去了。这个零件是后面的离载栓哈，它的防倾杆离载栓是固定在这个下支臂的地方。好，这个是 RAV4 后面的介绍。这个铝圈也很好看的，这个铝圈是旋压的，所以重量哈也比原厂的铸造的还要轻很多。那前面的话就简单了哈，前方的话是麦花臣的悬吊系统。那麦花臣的话，Toyota 的车系很多都是把离载栓呢固定在这个避震器上方哈，像这个离载栓的固定点 ，KT 的设计啊，设计的跟原厂一样，所以离载栓的话不需要再多花费用，或者是改装可调，或者是改装强化的，直接用原厂离载栓就好了。这个有一个好处啦，就是这个离载栓哈，它算是一个消耗品，那有可能8万10万公里之后损坏了，那我们一样换原厂规格就好了，不需要再找特殊的规格，或者是改款，或者是找改装的，费用会比较高，都不需要，用原厂的就可以了。那这边的话有一些离载栓的固定那个 ABS 感应线的固定点，好，这个是油管固定架的固定位置，所有的位置啊都是跟原厂一样，有符合原厂相关的规范跟规定。那这一条弹簧就值得来特别特写一下，这一条弹簧拍得到吗？我补个灯。这条弹簧是为了让它乘坐起来的感觉会比较舒适哈。一般直卷式的弹簧啊，它弹簧跟弹簧之间的线跟线的距离比较近，比较密，所以它的作动的行程会比较少一点点。那这一条弹簧它的外径拉得比较开，它是一个灯笼状的，所以它弹簧跟弹簧之间的线距会比较开，所以这样的弹簧它的作动的行程，它弹簧一样有行程哦，跟避震器筒身一样，它所能够作动的行程会比直卷式的弹簧还要来多出35%，所以乘坐起来也会比较舒适。因为直卷式的弹簧它就是直上直下，可是灯笼状的弹簧我们压缩之后啊，它有一部分的力道会往两旁释放，所以像这样的弹簧它回馈起来的感觉就会比较舒适一点点。前面的弹簧 KT 是这样的设计，后方的话一样是做一个灯笼状，所以这台车基本上改 KT 的避震器的话，舒适度当然不会像原厂那么好，可是操控性会变好，那舒适度的话也会因为阻尼的设计，弹簧的设计保有一定程度的舒适度哈。那我们 KT 也都有提供不同车款的试乘车啊，可以给车友来试乘，如果有机会比较看看的话，会推荐大家来试乘看看哈。那前面的上座部分 KT 的话是附总成件，上座的话不需要沿用原厂的哦，这里有一个上座。那这个上座的话，这台车如果前方要调整软硬度的话很简单，这里有一个 KT 的 logo， 我们从这个地方旋转就能调整软硬度了。像我像现在要把它转硬的话，往顺时针转，往逆时针就是变硬，所以从这个地方可以来调整软硬度。那调整软硬度之前还有一个工作很重要哦，我们先要把胎压的部分先设定好。那胎压的话大概要打到多高，像这个日系车啊，在驾驶座的门打开，在 B 柱的下方哈，就有一个胎压的建议值。像这一台车的话，胎压我们一般啦，原厂建议都大概32到35左右。那如果胎压设定好之后，再来调整软硬度，这个阻尼值，阻尼值的话，左边跟右边要一致，前面跟后面的话倒是可以不用一致，没有关系哈。那至于 KT 的用料的话，相当的不错哦。
我们很多的 RAV4 的车友啊，都是推崇日本一个绿色 TIN 的品牌。TIN 的话，它的品质相当的不错，因为它所使用的油封啊，是日本最棒的油封，日本的 NOK 油封 ，KT 的油封哦，是最重要的这些油封啊，也是选用日本 NOK 的油封。那像是里面避震器的筒身里面需要有一个叫阻尼油哈，那阻尼油的话，它的功能就很像是我们人体的血液一样，非常的重要。KT 所使用的阻尼油才高档了哈 ，KT 所使用的阻尼油是意大利 IP 的阻尼油，所以 KT 的整体的用料的话都相当的不错。那今天的 RAV4 介绍哈，如果啦车友想要试乘，或者是说经理有介绍到各位想要了解但是没有介绍到的地方，都可以私讯我们小编。那如果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。啊，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帮我们分享一下。没有什么问题吧？好，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，谢谢车友们，谢谢，拜拜。